这里是南通洲际绿波园，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个地球，这就说明这里的奇花异草来自世界各地。这个绿波园投资了大概有2亿，各种珍稀植物有数千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前面的是生命之洲沙生植物园。哇，这仙人掌，看看，真漂亮，上面的真高啊，到了房顶了，还有这样的仙人掌。这些仙人掌是南美洲的。这应该就是它的花吧，看看。哦，叫金兔子，这些的。好像是到了热带雨林呀。这感觉，哦，这什么仙人红球球，哇，好多呀，一根巨木，呵呵，中间空了，应该是能走过去了。哇，太有意思了。这里有很多植物都不认识啊，这个叫龙骨，还挺像的。哎，别说，这个绿波园弄得真不错。这是月亮湾戏水沙滩，不过今天刚下完雨，沙滩都是湿的，我就不去了。这应该就是爱丁堡花海梯田了，热带雨林呀，这啥花了？曼陀罗，有毒的哈，不能碰。这就是曼陀罗花，这叫千年木，原产于非洲的。
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看，这样子的。看看，叫毒龙草，专门吃虫子的。叫什么瓶子草？像花瓶一样。啊，像花瓶一样啊，瓶子草。对对对，这树长得奇怪啊。台阶虚滑，小心通过。兰花就是漂亮。叫地涌金莲，看看这卫生间设计的很有匠心啊。每个池子给你放一盆花，一边小着便，一边看着花。感觉还挺好啊。洗手池子这也是，看看，啊，这是柚子吧？凤梨，也就是菠萝。这边是橘子，太傻了。脐橙，这个叫脐橙，我感觉这人掐了剑吧，这手。这叫甘油，这个季节不行，很多树上都是光秃秃的，啥也没有。圈还挺累啊，不过我感觉挺好，怪不得他售票门票七八十块钱。来这里呢，既呼吸了新鲜空气，又长了见识，还锻炼了身体，看着这些花心情就是愉快。出来自驾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，这个地方确实让人赏心悦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再见朋友们。